好好好，可太好了。昨天刚说安心进的新炫台原话是拳头画的，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的确是想走国服的路子。什么？拳头为了满足外服玩家需求，知道都羡慕国服真台，于是一拍桌子，好，咱们也搞。他真的我哭死。所以本次的安心进炫台不再是神话精粹兑换，也不是什么双生皮肤，竟然是里程碑式奖励，类似于杰作宝箱。想要获得此皮肤就必须购买星界引擎，引擎能开出三个皮肤碎片和小概率福袋。当然如果你压上半条命，或许也能开出这个安心进的炫台。哎，要没那个命还想要，就只能乖乖开满30个，按往年价格一个39，那一共就是1170元的千元炫台带回家。好，当然拳头也明白，这么些钱就一个炫台确实有点太坑人，所以引擎里程碑里倒也有点其他奖励，什么开一个给头像，开3个给表情，后续就是每5个给法球，20个以上还有福袋，福袋是正常福袋，法球还是不错的，必出一款星界皮肤。但别忘了你至少也花到200了。总体来说，如果你想整点皮肤碎片、星界系列皮肤啥的，这活动想搞我也不拦你，但你要是奔着暗星际炫彩去的，哼，开喷吧。